Hello， 大家好，又是我柳莹啦。Christmas 要来了哦，华为要做你的圣诞老公公。这次他们有很多的 promotion， 还会送很多的礼品，包括 Broadband X50 哦。华为啊，最近发布很多不同的产品，有 laptop 啦、耳机啦、手表啦，然后 MacBook， 还有 Universal 眼镜。还有一个2020年全能王智能手机的 Mate 40 Pro 就是这个啦。首先啊，就是这台 Mate 40 Pro， 它让我最 surprise 的就是它的最新 AIS 运动版本。像平常运动你又很爱拍 vlog 的视频的人，真的是怎么拍怎么稳啊。还有日常都会用到的备忘录，它可以连续Scan document， 然后自动识别提取文字，轻轻松松就这样 share document。 它呀，无论是摄影啊还是办公，在生活上都能帮到你。我觉得是特别适合那种商务人士或是热爱摄影的朋友们。如果啊，你要为你的家人或者是小朋友购买一个平板作为礼物的话，我觉得啦， MacPad T10S 是最适合，因为它真的很 budget， 只有999。它除了有64GB 超大容量之外，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专业的 TUV 认证，全面呵护大人和小孩的视力。CMCU 期间啊， laptop 基本都成为了你工作的好搭档，而我的搭档啊，就是华为 MacBook 14。它全新有一个多屏协同的功能，你只需要轻轻一碰，你就可以在华为 Mate 14的 Desktop 里面打开三个应用。你可以一边上网开会啦，一边跟团队沟通啦，还可以同时关注新闻。就算啊，你的工作量加倍啊，你依然可以先快人一步完成工作哦。融合带上 FreeBuds Studio， 享受着看电影 HiFi 音质在耳边，哎呦，实在爽哦。这个耳机佩戴起来真的很舒服哦，耳罩比市面上其他的品牌都还要柔软，就算你看戏一整天戴着都很舒服。另外还有一款 TWS 入耳式耳机，它是被称为直升机级别的降噪耳机哦。它的智慧动态降噪技术啊，会帮你自动识别环境场景，有三个降噪程度。如果你去很吵的 cafe， 它会帮你消除周围的人声还有环境噪音啊。而且它的人声透传模式，不用摘下耳机，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跟人聊天。General Monster Eyewear 2是我最喜欢的时尚产品，它设计非常时尚，然后还很 smart， 只需要双击镜框就能接通电话，开车的时候啊，完全不用担心警察杀慢你了哦。接下来呢，我手上的这款手表是 GT2 系列里面最高端的 Watch GT2 Pro， 它啊都采用高端材料制造的，例如 Sapphire Glass 表面啊， Titanium Body 啊，还有 Ceramic 带，这里面的材质啊通常是在名表才可以找到的哦。虽然我在日常生活或者是打羽球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会刮花。哇，华为那么多产品终于都给我介绍完了。华为的 ecosystem， 无论是手表、耳机、眼镜、电脑、平板电脑，全都可以连接在一起，实现真正的 smart life。有兴趣的朋友还在等什么？在2021年1月3日前购买就可以享受双重好礼哦。